你若是朱宗庆啊，你若是林华源，凭啥物你会晓来？我讲吼，
我无代表性，但是我的阿公阿嬷就是这土地正常大人，台湾市大人，所以台湾台湾应该怎样做呢？邓家卡、田伯卡、笑台湾的歌，听咱台湾人心声，了解了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一家人是阿公不请的，叫做只要台湾人台湾语，而且要台湾语，他讲去那个超市嘛没有的，哎，别讲那个太公平了。所以讲，只要台湾人台湾语讲的是卖讲的一样，我右手借给我，大拇指挨到下部安尼好不好？气到来啊！每人应该都消费两万多吧？哎，有好少的，应该是也是18000左右。一边18000，这里我是上好安了。我讲只要两条人命，好不好？我阿祖，我祝四宝，只要大家有吃，台湾米。啊，你有18000啊？但是要写18000，无你哪会叫做速度啊？不然还挂卡等下哦，小英就是无影响，硬要你话硬上位啊！啊，你来看我干嘛哦？所以呢，我是刚被人阿舅请上，都怎样这样来啊？都怎样请来呢？我是来台湾来做老板，阿舅啊！所以主持人有请，请来有各位台湾听众，最近台湾发生了什么来啊？主持人，今天大家都请。也是算，嘿，你要这花心啊，一点桥贵。我来跟小板，你来尖叫，我是尴尬，好不好？一点桥贵，你再来呀！你怎么就来管？还想一个人管？天天死死呆呆，吃什么泡馍？Yeah.
记得啊，希望你我多好来听，有一个小小小小趣味哦。我明仔载三点以后会管有一条演唱会，大家来好无？啊，拜三伫圣地亚哥两点半有一场，啊，伫迄个旧金山哦，咱个迄个六号也是拜六下晡一点，希望大家这边来。刚刚你们在下课，我想我有一条歌叫做《邓来体》，邓来体是那个 KEY， 我们希望我们回到故乡，不只是现在当孤单，或是重新开始，我们是真的有体认，我们能够将我们自己会的东西重新翻转。所以我想我今日跟我太太，我们两人都是蛮同意，而且我姐姐我有赞的物件哦，一个乐器，因为我是乡村民谣代言人。啊，最后有在乐器，还佫有在体力感，我姐姐我姐姐伫遐，我姐姐徛台遐。其实我袂错个，伊是虽然我唔做遐个管，但是伊在袂错，我两个很快。所以呢，这条歌我用我家己的想法，用我家己的心情，你来教我，你来分享好无？谢谢你，谢谢。Thank you.
我们开播吧。